各位姊妹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系到座上欣赏以下精彩嘅节目。咁刚才我哋大合照嘅时候咧，大家都睇到有演唱嘅各位好手啦，亦都系有一啲嘅嘉宾啦。咁中间咧亦都系包括咗咧有几位系今晚送上俾各位嘅歌曲佢嘅原唱者嘅，就例如系葉慧芬女士啦，佢係《李侯主之歸天》嘅原唱者嚟嘅。咁大鬧迎碧池咧嘅原唱者就係凌安希女士啦。至於《孟姜女尋夫》嘅原唱者咧係楊麗紅女士嘅。咁梁樹根先生咧係沈元慧嘅原唱者。麥玉燕女士咧就係《漢宮英烈傳》同埋咧。《山河戀》的原唱者，我們大家給他們掌聲啦，是，多謝他們很用心的演繹。那在這裡，我又再次多謝我們今晚拍和的音樂家，我們首先要多謝的就是我們的音樂領導馮建房先生，擊樂領導范敬康先生，同埋眾多位嘅音樂名家，多謝你哋。好啦，下半場嘅節目咧，而家要送上俾各位咯噃。咁呢首歌咧就叫做《漢宮英烈傳》，宮廷鬥爭所爭者無非係權同埋位啫，往往係不擇手段，令人咧係覺得非常之唏噓嘅，就好似曹丕咁啦。他借住話要探望皇后，即係佢自己嘅親姐姐。咁其實咧，佢係要進禁宮，佢有所圖嘅。佢原來咧係想奪取國玺。好在咧，皇后佢好機智，曹丕唔能夠完願以償嘅。咁為各位演唱呢一曲嘅咧，就係黃成斌先生。咁黃成斌先生咧，佢年幼嘅時候已經係接受粵劇嘅訓練，佢係好努力學習嘅新一輩。佢嘅唱同埋做其實係具備咗條件喺粵劇界發展嘅。咁同佢合唱嘅咧就係周美珠女士，佢跟從趙女士學習唱歌，佢咧係非常之用心，我哋可以咁講啦，嚴師出高徒。好，現在有請各位欣賞《漢宮英烈傳》，有請黃成斌先生，有請周美珠女士。
Thank you.
身，国舅魏王曹子焕参见曹皇后。免礼。魏王，今日正系索亡之期，皇上都已经临朝听政，你是丞相之身，何解不在朝中，却要到来咁远啊？则问娘娘抱恙，臣得来问候，以表我姐弟情见。有心啊！本该关切你抱恙，帝郎问句，姐姐忧生一点回忆。我那会动气生厌，已禀到父王若气倦，他听不安，只以为有事端。事端你还需抛远顾好身躯，哪管多少世事变，诸世道变，这家中老，连家连儿离世归天。人世难免只一天，唯盼全世好姐弟，长顾长爱多关心，肯与你变。喜听好语挂你口边，孝愿帝都梁上见，问句表弟有不善，平白更忙唔受怨。谁令抱怨不堪见？饮剑，饮剑，饮剑挥剑，哀哉有怨。哎呀，姐姐呀、啊，你责我啊断节金剑，未有知闻佢泪气天。服了鹰犬，杀轻易夺权。谁谋计算，夺取尽言，有福挂念，直抵灾劫，悲作不断，断绝经话，你用计错边？遁地火焰，冤枉啊！姐。将一
那方，无再偏执让政权家你入皇帝招架，无非要夺权。相夫家龙未见冤，看纵连场同悲怨，望得几时圆？亦难飞，我守我愿。到今时，你手已谋取断，若你收心不遂，莫非要保？往何田抛尽雨扣，难逢
不用刀和啊剑。好啊，子桓，你有胆便将为者诛杀吧。你因来威胁我判。间败于禅娟啊！人世难复书，更难惧怕虎狼缠。青鸾到地到禅端，难任你威风战。曹家果然战先生。谋胜早先，叹奈何怕早一着变。今朝且容退，一切从权，难非我之战。曹丕对住三番让位，你却屡次大步，本是对帝位无心啦。为何又要夺取国势？此无非想遍除天下归心意。你可以掩得天下人之眼，难遮我曹节之目啊！蠢材，这个嘛，既已揭穿且弃捐，收藏万端。再图上兵，我杀身花台殿，你有何眼见？到底再另谋，暂不求奉献。前面快走，未许再来混乱，滚退如花雨。曹后斩宝玉。兵营乱刀惊退虎狼面，夜爬空手回呀、啊，you